之前去 TVB 面试编剧，啲上司要求抄外国同大陆剧，咁黐线！佢面试嘅时候咁同你讲啊，诶、你识唔识抄剧啊？咁样讲咩？吓，正常噶，唔应该唔会咁样问啊嘛，咁癫呢个怪呢个。佢如果佢系要求咧，就算佢系想你咁样，佢都唔会咁样明示咋。你有冇睇开啲咩外国剧、大陆剧啊？咁啊，有时我哋会做下参考研究下。咁啊，唔会话咩，即系直接要求佢。佢话你识唔识抄嘢先？你话我识啊，抄书好叻噶。咁啊，好少我会咁明刀明枪嘅。咁但系总而言之就系话有涉嫌到呢个抄袭嘅风波咯，就系咁样咯。好啊，其实咧抄咩咧都系冇咩分别嘅，即系佢嗰个嗰啲造型啊，同埋嗰啲咩咧，佢抄唔到啊，即系例如话。当而家你俾个咩，当你话俾个嗰啲咩外国啊或者日本啲咩英雄，你照俾佢抄咧，你抄完佢做出嚟个效果，你都唔会觉得好睇。首先就系其中一样嘢，第二就系、是、就算你话咩剧情嗰啲，去到总之去到后期咧，又系咩三角恋啊，即系嚟嚟去去又系嗰啲咯，即系你俾啲咩题材佢，就咩一家人齐齐整整啊啊咩即系嚟某啲人，你一睇就知唔会做奸角嘅，即系十套有九套系陈豪咁，你一定系知呢个人一定系仲冇啊做坏人。诶，点解啲女仔要分手啊？即系本身佢哋一 pair 嘅，就唔可以佢哋系有一个贱男咩大绿帽或者点样嘅，即系个主角一定唔可以变心，一定系爱，因为有啲咩事误会啊。啊，去外国啊，或者点咯？即系所以你话咩抄嗰啲系冇意思。即系你俾套神剧佢抄，佢去到后一个题材，去到后尾佢都系自己加呢样加嗰样啊，自己改翻就系自己个套路有个公式。佢哋自己本身有个框架，一定系咁咯，就唔会嘅。就好似你哋噏嗰啲仲好睇噶，咩植物人嗰啲咩上炸植物人，咩 BBQ 咩嗰啲，仲有时你会讲咦几创新，整出嚟可能好好睇。我话你哋噏嗰啲仲正，仲劲过啲编剧，围住 BBQ 进行歌及作用。情愿投诉科系 TVB 唯一嘅希望。睇下咯，好快啊，就在今天，好快可能下几季又会见到情愿投诉科咯。所以话我话咧，抄唔抄咧都冇咩分别嘅，抄又系嗰啲，唔抄即系嗰个馅料，永远都系嗰样嘢，就系我唔同嘅职业啊。唔同嘅咩警察就唔同嘅部门啊，就系咁样咯。内容又永远都系咁啦。你想讲一个新嘅职业咧，就一定要讲嗰啲咩热血新仔点点点啊！一开头啊咩搞，即系满腔热血，但系又搞撞好多板啊，点点点，即系有个上司啊，一开头啊刁难佢啊，点点点，一定系呢啲咁嘅套路咯。例如话啲讲一啲新职业嘅，一定系咁讲啊。跟住又加少少感情线，其实好容易写嘅，永远就系咁。你是但攞一套剧，跟住换一个职业，咁啊，你又可以整一套新嘅剧咯。又咩用龙族做主题，讲主角做巫师点样压等升级，又可以加埋 PBQ 咩帮会勾心斗角，差唔多系咯。呢啲你呢啲都已经系 TVB 啦，就系咁样咯，就好易写嘅。勾心斗角咯，其中一套戏，其中一种种类就勾心斗角咯，咩攻心计啊，嗰成扎女人喺度争一个男，咩争皇帝得宠啊，咩落仔啊，即系有咩艳性之术，咩落降头吉降头仔啊，又系有呢啲咁嘅嘢咯，嚟嚟去一定啊，后宫宫廷勾心斗角戏就系、是，你居然用呢啲吓巫术？跟住俾人揾到个出嚟就，通常未必系，即系通常会有一个真有一个假，佢自己有用，但系佢又会屈人用，将个公仔抌落去，唔知边个，点解会喺度？真系唔系我啊，皇上，唔系我啊！跟住喺度喊喊喊，跟住打入冷宫，之后喺度折磨，跟住过翻五集又出翻嚟，跟住佢又变到好坏。本身呢个系一个好善良啊，大家做个好姊妹，吓、啊、和和气气，点点点点，吓、啊、做好事。吓、啊，嗰、那个叫咩？全好心，嗰、那个叫咩？三好啊嘛，嗰个角色好似之前就叫咩三好，跟住后来就错咗啦，即系可能就经过一啲咩改变之后变咗咯，就开始都会勾心斗角啊，blah blah blah，或者有两个套路，一系咧就佢嗰个好人咧就感化咗人，呜呜呜，我以前咁对你，你而家仲咁样啊？
我哋大家啊，攜心協力啊，點點點點共創美好新家園，就係咁樣咯。有兩個呢啲咁嘅套路咯，又永遠就係咁啊。所以你識背，你可以睇到頭五集嘅戲，你可以估到之後二，通常而家係幾多集啊？二十集咁，你又睇睇頭五集，你又可以知道咧就之後嗰二嚇。其实唔使睇五集咁多，睇一集已经足够，已经知道哦呢、這个一定同呢个一 pair， 跟住睇埋个片头，吓、啊、你睇先睇个片头，你就知道哦呢、這个故事大概讲啲咩，即系再睇第一集，你就知道啊最后呢个咧就一定系同呢个一齐噶啦，唔使讲啊 A 同 B 一齐，佢哋一定会分手嘅，依家系假象嚟嘅，最后咧就。啊、一定是他同边个一起，以前咩欧阳震华一定是同陈妙英，你一睇唔知佢哋好兴咁样拍 partner， 所以你唔会一开头明明咦佢同紧第二个女哥拍紧拖，唔会，一定系知道佢最后一定换，因为欧阳震华有两个铁胆，一系就系咩陈妙英，一系就系咩关咏荷，呢两个就系永远就系一定嘅，我唔知道拍咗几套都一定系要做老公老婆嗰啲角色。所以可能培养嗰啲默契咯，以后你都会觉得哦，佢哋做戏点解，即系你会觉得自然咧，就因为成日一齐做拍档或者点点点点点，又话咩睇又话咩一集都唔使睇，就系睇戏名，睇个剧名已经知道系啊咩情，诶咩乜乜有晴天咁样，你就知道我一定系温温馨馨咩齐齐整整吓、啊，你意思就系咁样意思。乜乜乜，以前有咩爱情全保咁，你就知道一定有三角恋加保险，巴拉巴拉巴拉咁啊！咁当然啦，咁呢个正常嘅睇戏名，我知道少少嘢，咁呢个系好合理啊，大佬，系嘛？呢啲系正常，但系你要估晒成个脉络，你都系要起码睇个片头或者睇一集咯。我认为就系咁。又话咩？如果无线拍《Uncharted 四》会点样啊？《Uncharted 四》咧就啊，又系三角恋咯，咪就系个咩诶？四角恋可能就加埋嗰个老嘢，吓、啊、老嘢叫乜鬼嘢？首先就系讲主角同嗰个老婆一开头感情开始凋淡，有啲磨裂裂痕啦。因为一个人就想寻宝，一个咧就安安稳稳点点点点嘅，跟住咧就大佬入嚟，跟住咧介入咗件事啊。苏利文咧又同个老婆有路啊，跟住个老婆开始迷惑，究竟我一生入边最中意系边个咧？点点点点。之后最后关头就揀返主角一齐咯，又喺危难之中喺荒野失散 blah blah blah， 一家人齐齐整整就最好啦，即係喺度倾倾呢啲咯，喺个萤火晚会佢会做一个失散嘅桥段，就得返主角同老婆一齐，即係跟住就烧住堆柴喺度倾偈啊谈心，就讲、其实我以前就想点点点，一家人齐齐整整，跟住跟住老婆就终于明白原来先即係嗰个吓。阿德仔啊，咁爱佢嘅，跟住就于是乎就最后一个大爆炸奸角嗰啲咯，就捉咗老婆点点点，跟住又威胁佢啊咩宝藏同老婆揀一个，之后佢最后揀我老婆，跟住就唔知点神推鬼拱个坏蛋死鬼咗炸死，之后跟住佢系 B B Q 结局，就一系又攞晒啲宝藏出嚟啊咩几年后。唔系 ，sorry， 啱啱讲错啦，大爆炸，啱啱就大爆炸，之后就几年后，唔系唔会即刻知道啊，几年后，跟住苏利文喺度讲，苏利文喺度讲嘢嘅，就话咩？唉，佢话咩德仔？佢话你知唔知？你阿哥而家好生性啊，已经唔再系好高骛远啊，即系打佛牛功。在美国做紧老麦，我话你特仔，我话你阿哥有冇生性啊？你知唔知啊？佢而家做紧老麦啊！佢打咪应该感觉打两份兼职，个朝早咧就咩做老麦，晏昼加油站帮人入，跟住好辛苦，已经唔再揾啲咩宝藏乜乜乜啦。脚踏实地、啊、做个好仔好男人、啊、努力做人，已经唔再去即系好高骛远谂咩宝藏嘅事咯，就系乖乖地做个美国佬，脚踏实地嘅美国佬，跟住就话跟住就讲，而我咧
我就吓，即系我都冇做呢啲事咯，而家就喺度做啲古董买卖，都捞翻正行，做个正当生意。跟住又话，跟住就话唔知即系点，即系跟住话大家都过得好好啊。之后嗰啲坏人咧就已经绳之于法。我早排先探过佢，佢洗心革面啊，佢已经知错，佢而家喺监狱入边信咗耶稣添啊。跟住讲完最后咧，就等你以为德仔同佢老婆死咗定点样嘅，之后咧就最后就跟住一路行，苏利文就行，即系行咗一个好神秘一个郊野地方，即系有个 即系有个小朋友啊，苏利文，跟住就揽起佢，跟住就哇乜你咁迟啊，即系成扎人已经坐喺嗰度。BNBQ，喂，收你问乜你咁迟啊？即系嗰啲小朋友就即系喺度揽嚟揽去啊，跟住就咁讲，跟住就突然间最后 B 完一轮咧就跟住喺度解释翻啊，当时我点解冇死到啊，真系惊险啊，叭叭叭，真系好彩系嘛？之后最后就突然间啊，短短短。咩 又要出毒？佢今日可能 BBIQ 翻嚟地下，咦？佢点解呢度有个煲？嗰啲烧烤炉咁奇怪，原来一个古代墓园。即系话夺宝奇兵又要出毒啦，之后就跳起，跳起耶，跳起耶，跟住就完，之后就叫啊，跟住就夺宝奇兵四，就系咁样咯。啊，你大家讲下呢个 Uncharted 剧本点样？系咪好好睇？即刻想拍。即刻想睇啊！可以啊，即刻拍到啦！嗰啲咩夺宝画面，咩是但喺香港嗰啲咩咩，哇大把大屿山嗰啲吓，搵个郊野公园拍晒咯，轻轻松松。有人话《丽影特务》要点拍啊？《丽影特务》好简单，已经太多角色啦。一开头咩诺亚，即系吓，即系勾心斗角，咩诺亚个个人都想利用嗰个飞佛。费斯啊，做啲咩事？诺亚又阿木，之后仲有个咩伊卡洛斯，系嘛？跟住又系咩唔认自己老豆老母呢？成日有呢剧啦，嗰个系嘛？嗰个伊莎贝尔系嘛？嗰个城仔个女啊，你记唔记得啊？嗰个故事佢哋咪又系讲，又系话你做咩认贼作父啊？哈哈，佢喺度激到呕血啊，类似就系呢啲咁样咯。嗰家人就类似呢啲。好易拍啊！你话靓影特务认错老豆嗰啲，成日都系咁样啦、啊，会有话咩唔会噶？我你先至乱噏廿四，我唔听啊！佢话呢个先城仔先系我真正嘅老豆，我唔听，我老豆唔会系恐怖分子，我唔信啊！我唔信啊！喺度崩溃喺度喊啊！点点点点，之后有一日唔小心，佢就睇咗，原来我老豆原来真系衰人嚟嘅，即系喺度呜呜喊喊喊。之后紧要关头咪调转枪头帮费斯一齐合力怼冧咗嗰个坏蛋老豆之类咯，之后咪赢咗，之后就又系唔会知道系咪即刻赢咯，又系咩几年后啊，一跳落街可能就咩变咗咩植物人咯，跟住就为咗救家姐，你记唔记得嗰幕戏咧咪救家姐，跟住冧楼嘅 TVB 又会改成个妹咧又为咗救飞。即系就自己跌咗落街，之后变咗植物人，之后就几年后，跟住到费斯又再又喺度自己自白，喺度口噏噏啊。佢话伊莎贝尔阿妹啊，你知唔知啊？我而家每年都会去诺亚嗰度扫墓，即系我咩我陪我而家开咗间咩跑手咩跑步训练学校，咩鼓励啲人参加奥运短跑，乜乜乜，讲。之后就一路讲嘅时候呢，就今年都又一年啦，估唔到你仲未醒，之后就喺度揽住佢倾偈，即系流眼泪啊，点点点，之后就突然间就心电图就嘟嘟有啲反应，佢架手指喐一喐，之后个妹呢就本身植物人状态流咗眼泪，之后跟住阿妹，医生快啲嚟啊，医生，我哋去边度啊？跟住就话咩，我妹醒翻啦，点点点点点。跟住就系，跟住医生就，真系一个生命嘅奇迹啊！估唔到系咁啊，咩咩咩咩成，之后就系咁样咯。之后就靓影特务，跟住就通常呢啲即系植物人嗰啲，就一醒翻之后讲两句，咁就差唔多，就唔会有太多着物啊。就系咁，之前喺度系咁每只 game 问我点拍，
讲嚟讲去都系讲，都话得嗰两个公式就系咁上下。你要我再讲，我只不过系套用唔同嘅角色就系咁样。我系有啲咩点拍，咪就系咁样咯。有咩分别啊？咩人中之道？咩 auto dead 点拍？咪又系咁，咪系呢啲套路。啊、我哋自己谂啲新嘅，仲有趣过佢啦。你要我讲又系不断重复，不断 loop 呢几个，吓、啊、就系、是、咁样。你话咩靓影得冇，真系开正佢个饭店。即咩有个真假老豆失散咗啲姊妹，系、啊、嘛？跟住又咩啊？有啲人讲咩啊？咩立刻拍唔到，立刻拍唔到嘅，唔系拍唔到嘅，有咩拍唔到？咪攞个人扮笠住个纸皮箱，好似嗰啲咩，即系笠住嗰啲公仔咁样拍啫嘛？有咩出奇？你系只特技拍唔到，定点会？有留啲啊，要拍啊，实拍到啊！啊，冇嘢做唔到啦，佢个咩绿车都做到啊，冇一路跳楼一路无啦啦有个绿车飞向太阳，点解做唔到啊？要整特技，人哋整啊绿车咁一路跳楼无啦啦个绿车再走佢都做到啊，又会有鬼可能做唔到咩？你少担心啦呢啲吓，所以就系咁样，即系嗰套剧好唔好睇嘅另一回事。但系就你话拍唔拍到嘅系咁样咯，就一定有